罗国乡的东丁乌龙茶真出名，不过为了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需求，在地一间茶行开始兼卖特色咖啡，将咖啡甲茶完美结合，带予顾客新的感受。将磨好的咖啡粉放入米露纸内底，再用煮滚的烧水注入咖啡粉当中，一杯手工咖啡就完成了。主要是以手冲咖啡为主，那我们的咖啡品项就很特别，就是以茶的名称来代替咖啡的名称。像我们的龙凤凝香，我们采用的是意基咖啡，一定很赞的。店里面的所有的咖啡的名称，像美式就是我们的沙漠，那热带鱼是我们的拿铁，还有我们的喜马拉雅山都是冰的。那特色的部分就是以我的手冲方式来冲出最稳定的咖啡，那希望这个咖啡是大家都喜欢的。业者除了生产当地乌龙茶，也因为品鉴茶和咖啡好歹的标准可以说是非常类似，因此他也决定在茶行里面卖茶兼卖咖啡。我们的咖啡泡出来的颜色就是跟茶的颜色是很类似的，那我们的咖啡主要就是香甜，那希望我们的鹿谷香茶文化能就是带动我的咖啡，我的咖啡一起带动茶的文化，希望大家都一起来享用。大家对咖啡的喜好可能远大于茶叶，那茶叶的爱好者当然是有相当的稳定度，一样有喜欢茶的客人。那店里就是有不一样的特色，就是喜欢喝茶的就来一起喝茶，喜欢喝咖啡的就一起来喝咖啡，我们就是共同享用的环境。将咖啡和茶结合，也再用茶米的名来替咖啡合名，同时用手工的方式来冲出上好饮的咖啡，让喜欢饮茶和饮咖啡的民众可以做回享用。记者周有成采访报道。